早上好哦，做个早餐。这是昨天买的年糕们，这个真的超级好吃，这个红豆的还可以，但这个真的，这个黄豆粉的真的不好吃。这个是一个虾饼的蛋白棒，黄油煎一煎。一个暑假没在家做饭，发现这个黄油它过期了，那就不用黄油了。我每次买了黄油，最后都会过期。这个就微波炉给它加热一下。早餐完成。这个米糕真的好好吃，它这个是两个装的，昨天吃了一个，而且它真的很便宜，两个装的才5块钱，真的很便宜，对吧？上面真的很多栗子啊，什么各种的果脯啊，坚果啊。最近可能又是因为要来姨妈，所以脸上各种痘，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这个抠破了，流了好多血。我就是有痘痘，我就忍不住去抠，把它抠破的那种，好像不太好。好奇大家一般都是什么时候脸上长痘啊，比如说吃甜吃辣熬夜啊各种。我就是来姨妈前脸上就会长痘，就吃甜吃辣，其实饮食对我皮肤的影响不太大，但是内分泌比如说来姨妈前对我这个长痘是蛮有影响的。妻子妻子，这个虾饼太 Q 弹了，太弹牙了，还有小虾仁儿，这叉子就是个摆设。韩国这边的粥啊、年糕什么的，它有的都会放盐，所以吃起来会咸咸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放盐呢？现在继续看着《街头女战士》吃。东东现在已经准备出门去图书馆学习了，我吃完早餐之后就一直躺在床上，我感觉我再不起来这一天就是说又要荒废过去了。这个针织衫后边，哎呀，是分叉的，这个我蛮喜欢的，能拍不出来耶。现在的天气真的变得越来越凉快了，即使有大太阳也不是很热了。Hello, how you doing? Glad I crossed your path today.我坐在图书馆里，图书馆的空调真的开得特别特别冷，坐了3个小时，我真的是手脚冰凉。And that voice, how it molds me. 东东现在已经到家了，然后。
就是特别想吃披萨了，就去超市买了两盒冷冻披萨，然后现在给它加热一下，正好两种口味拼着吃吧。现在图书馆那个整个小臂都冻麻了，这个天了还空调开得那么低，我还是第一次买这种冷冻披萨啊，这也太半成品了吧，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就是说长得不太好吃的样子呀。东东完成了一个双拼，东东已经加热好了，真的好香，比刚刚开始拿出来的样子真的好多了。配一个辣酱，甜辣酱。就是昨天晚上刷视频软件的时候，就看到有人吃披萨就很馋。점수로1위를기록하다가최종3위로세미파이널에진출하게되었어요근데3등할수있었던거진짜제가보여드릴수있도록영혼을갈아버리겠습니다프를공개합니다好滋味的冰淇淋。东东，这个是一个西瓜的冰沙，我感觉真的很好吃，就是那种又有奶又有冰的那种。没吃饱，所以后面又在煮面。怎么吃不饱呢？明明那个每个披萨上面都写着2到3人份啊。里边还打了两颗荷包蛋，是用这个老母鸡汤面的汤包煮的。피자언니에대한확신이있어요화이트셔지황상원님배틀어떻게보셨나요저는지금하고마찬가지인데제가알고제가吃饱饭之后，然后睡了一觉，现在在上直播课。아직까지확인되지않은사실을전파함으로써혼란을야기하는것도가짜뉴스의문제에들어간다일단은 、네、가짜뉴스딱다一起拆个快递吧。又是买了一堆跳舞时穿的衣服呀，这个是一个紧身的长袖。这个是从国内转运过来的，每次转运的这个都包得特别的严实。这又是买了一个黑色的阔腿裤，然后买了一盒小皮筋，又买了一些双眼皮贴，因为总是肿，肿了就得贴双眼皮贴。又买了一个粉色的裤子，这个粉色的裤子就是客服建议我穿 M 码嘛，但是它的 M 码断货了，我就买了 S 码，所以真的很担心这个上身需要多呀。东东还买了两副耳夹，因为我的耳朵真的耳垂特别的厚，所以每次打都打不成功，总是会发炎，所以就买的耳夹。还是一个皮筋，这个发箍套，感觉是非常温柔的，秋天戴的话。没有了，没太买什么东西，就去穿上试试吧。每次试衣服也好累呀、而且还很担心穿上的效果怎么样。先挑战最担心的，给大家看，这条裤子真的真的很不错，我现在就是一个饱腹的状态，说实话我每次都是不太敢饱腹状态试衣服的，真的就是比起上条粉色裤子真的是版型好太多了，这个粉色裤子真的非常马欧麦特喽。
就是现在这儿有点古巴了。哎，刘佳，这个镜子有点脏，看不清。这个黑色裤子版型也很好，和那个粉色裤子是同一个店家的，不过样式稍微有一点差别，也不错。虽然大家都说在韩国这边买衣服又便宜又好看，其实真的国内的版型啊、样式啊、价格，我觉得比韩国这边都要好很多。现在又在兼职，今天又是个椭圆脸。这个是最近的新宠零食，它这么一盒里边有四条，它是那种咸咸香香脆脆的口感。香香脆脆，开学之后真的感觉生活都变得没有意思了。大家有没有玩那个羊了个羊？我就怕我一玩就会上瘾，就会停不下来，所以我就都没有打开过。还要再吃个蛋白棒，我看好多人都为了它熬夜，不要为了它熬夜。这个蛋白棒是我吃过的蛋白棒里面最好吃的一个，现在就每天只要来兼职都会吃一两个它。它这个就是料很多，上面真的满满的坚果杏仁，真的很多杏仁，就这一句慢慢吃啦。大家看这是什么？粘牙糖，童年回忆呀、啊！我记得小时候这个好像就一毛钱一根，它后面还有方法哎。哟，是说怎么这样呢？
起床，从脖子到脚腕真的是没有一处是不疼的，真的是疼，不是那种酸了，真的是疼了。然后从网上订了吃的，而且很奇怪的是我的屁股两侧竟然会很痛，怎么会那个地方痛呢？还是买了无花果面包，真的很好吃，所以吃完又买了。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巴斯克蛋糕，我看图片的时候这么大，然后到手是这么大。然后一包泡菜炒饭，这个是一个牛肉萝卜汤，我就蛮喜欢吃喝这种汤的。好了，就是这些了。我还是想先尝一下这个巴斯克的味道，我还是第一次吃嘛。我觉得它还没有解冻哎，我感觉就是在吃奶酪芝士的感觉哎，就是很浓郁的奶酪芝士味，克里姆奇子。等一会儿化冻了再尝尝什么味道。挺好吃的，噔噔，点的外卖。卖家还送了一板乳酸菌。这个是五花肉拌饭，这个点的是烤肉炒年糕。为什么点这个紫菜拌饭呢？是因为这个烤肉炒年糕上面商家备注了一句话，说一定要点这个拌这个汤汁吃，说非常的好吃，并且他说减什么肥啊，明天再说吧，所以我就点了这个饭，所以就是三份主食，然后现在就开吃了咸口的炒年糕。让我尝尝店家这个做法。这个五花肉拌饭是他们家的招牌，排名第一的拌饭，尝一尝。咚咚。上面是披萨，底下是虾仁炒饭。披萨盖浇饭。这个是艾草年糕，这个还是红豆年糕，这个又是阿姨多送了我一条，我本来只买的艾草年糕来着，然后她又多送了我一条红豆年糕，这个阿姨真的很好。草年糕，艾草味很重，就是无添加的味道。吃完饭之后就要赶快剪辑完视频，上传之后就去图书馆了。
今天就应该在图书馆泡着了，就赶快要完成那个课题了，马上就要提交了。哦，就先追剧吃饭了，泡菜炒饭。很香哎，你就追剧吃了。噔噔，又加热了个无花果面包。刚刚写课题写累了，然后又去买的面包们，这个还是奶油炸弹，然后这个还是咖喱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多拿兹，然后这个是一个超大的蛋挞，然后这是一个黑芝麻的蛋糕，刚刚尝了尝，我当时就想长得黑不隆咚的，就想它是个什么，然后就买了，还挺好吃的，甜甜的。嗯，真的是来姨妈前，然后来姨妈的时候都特别特别想吃甜的哎，大家会吗？我真的特别是来姨妈之前。언니잠깐만기다려봐내가찍어줄게자다시읽어봐톰스미트아리톰스미트아리다시할게언니빨리下面是脆脆的이거마이크차시고우리모레점심장까지알았어제발아리나안에갈게언니봐봐제발之前买的都是芝士塔，这次是蛋挞耶。蛋挞不那么腻，芝士塔有点腻。这个也是久违了，好久没吃了。满满的馅料。怎么看我这么像鬼呀、啊？怎么回事？你就是说我家这个灯光真的很死亡，我找一个地方重新换一下。这个角度好一些了吗？就是说今天就是在家躺吃睡剪视频，然后一会儿出门去学舞蹈。大家看我就是有那么一丢丢的进步了吗？哎，我就是还是感觉自己有点肌无力呀、啊，就是用不上劲儿，基本功还是不扎实，不太行，就慢慢来吧。然后有点饿，这个是上次买了一个吐司，给它解决了吧。它就还剩下一小块了。这个吐司呢，好吃是好吃，价格也很贵，就这么一个正方形就有40块钱，唉。对了，韩国现在物价持续的在飙升，也不是飙升吧，就每个东西都差不多涨几块钱，涨几块钱，每个东西都在涨。祝大家国庆节快乐，虽然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可能就是应该是国庆节的尾巴了吧，还是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国庆节这个假期之后应该就是元旦了吧，我感觉现在真的一年比一年过得快了，就还有2个月就放元旦了，然后又一年又过去了，就真的很快。快的可能不是时间，是自己长大了以后的感想变化吧。嗯，然后本来是打算今年过年回家的，但是不，家里人还是想我在这边，因为有朋友陪伴嘛，就想我明年再回去，所以这是我第三年就是不回家过年了。就是小时候就是完全就想象不到的事情，根本想不到自己会三年不回家，真的就是一说都感觉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就是在韩国这边能有熟知了这么好的朋友陪伴，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还有很难过的事情，就是我今天剪视频的时候误删了一些片段，那些片段加起来也有个3到5分钟吧，所以真的很心痛。我知道大家肯定都喜欢看时长多一点的嘛，所以我也尽量想让时长多一点，所以这3到5分钟
真的就是一个很心痛的时长。那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啦，就希望下期视频快快的能和大家见面。嗯，拜拜，大家要吃好喝好，开开心心的。